大家好，我是奈里。今天要来讲 Polo 衫的压条怎么车。首先拿件不穿的排汗有弹性的衣服，然后在衣服宽度3公分的地方画记号。我们现在剪的是待会要车的压条。并剪下来，两边门镜上面的压线要拆一小段，把门镜里面的缝缝翻出来，拿出刚剪下的压条对着，放在门镜内的缝缝上，照领子的缝缝车起来。先把压条固定在领子上，压条一样车在门镜内的缝缝上，车好把门镜翻回去。包住压条开头，然后压条覆盖住缝缝，再车压线。压条车好后，转过来，把拆掉线的地方补车起来。另一边拆掉线的地方也要补车压线。压条车好，完成。